无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你们不要哭了，完成任务了已经。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女音响人，你没事吧？别管我，我知道你很伤心，但是，无双大哥，无双大哥他着火了，别过去了，你们快救他呀，快！无双大哥，无双大哥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女电视人把他救走了。无双大哥，你简直太帅了！你们来了，给你比个赞，谢谢。开整了，妹子。无双大哥，我们得想办法解决掉泰坦音响人的寄生马桶。让我来。泰坦监控人的升级就要完成了，接下来就要给无双修腿了。搞定了，他们在看什么呢？嘿嘿，看我的无双大哥，简直太帅了。嘿，妹子，干得不错。谢谢。啊，又有敌人了。女生靠后，让我来。大夫，回头看。No， 我在忙。那好吧。OK， 我们都准备好了，继续第一阶段，凯西。好的，现在打开大门。大夫，我们的无双大哥，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。目的地已经到了，我们要继续战斗了。走了，兄弟们，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。一切都是为了联盟。该死的，滚开！电钻马桶人是吧？让你尝尝老娘的厉害！别着急，我们还有刺揣的。滚！对付马桶人还得用马桶揣。卫生纸炸弹送给你，拜拜。兄弟们，你们没事吧？起来。姐，我没左手啊。这边，谢谢姐。你已经不能再战斗了，撤到后面去。你们快看那边！别担心，我已经锁定他们了，让他们尝尝我的追击炮。哇，这么厉害吗？太酷了，下回给我也配一个。那得先升级一下你们的摄像头才行。Bingo！ 行了，你们先撤吧，我要继续前进了。前面的兄弟小心！该死！不要！人形肌肉马桶人。切，你以为老娘会怕你们？来呀！什么情况？他们怎么溜了？谁来了？马桶博士不是已经挂了吗？这个马桶博士怎么在帮我们？好奇怪啊！谁呀？这个时候打视频？哦，女电视人啊，原来是她控制的。这下就有得玩了，加油！快听，是马桶人的声音，是马桶人直升机集装箱。他们运输的是重要物资，快点截断他们！不出意外，基曼也快到了。赶得漂亮！看，说曹操，曹操到呀！接下来上演马桶基曼大战马桶博士。看我们女电视人控制的马桶博士笑得多开心呢！基曼太强大了，你小心点儿！我去，快撤，女电视人！不要，不要！轻敌了，该死的！他们又要把集装箱运走，你把集装箱放下来，快点给我放下来！基曼对着我了，我们的支援到了，哇，太酷了！基曼傻眼了吧？哦，原来是我们的泰坦音响人来了，以为这三泰坦已经到了，接下来就是三泰坦大战马桶基曼了，这回可不能再让这家伙逃跑了。你们快听，泰坦电视人说，这回你无路可逃了。基曼好像回话了，他说，傻瓜，你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好好好，还挺自信是吧？泰坦电视人又说话了，他说，即将发生的事，你去领盒饭吧。好吧，不要跟他废话了，为了无双大哥，开打吧。